秦道卫理联合教会观塘堂自1963年成立堂会至今，都是一间以社区为本进行宣教服侍的教会。藉着上帝恩典以及众弟兄姊妹同心努力底下，今天观塘堂已发展成为一个约有500人崇拜的堂会，并且连同服务处及幼稚园，我们积极向区内人士传扬福音。在不同的据点，我们都有服侍关怀和福音的工作。感谢上帝，在2007年有机会开展城市宣教工作，我们租用观点中心15楼的单位成立 MCS Methodist City Space。 过往几年以来，我们进行不同形式的职场宣教工作，得到各界支持鼓励帮助，服侍区内不同的职场人士，成立办公室小组、五间福音套餐、启发课程等等，并且近年积极开展亲子工作。我们的周五职场崇拜今日已有近100人的群体，事工得到顶姊妹同心合力发展。今天我们已有不同的职称小组已经成立，众顶姊妹努力在金钱、人力、物力上面去支持推动城市宣教工作。感谢主，今天让我们有更大侍奉祂的机会。我有一个梦，一个梦就是我整个观塘堂的教会的领袖们是在观塘社区里面活在其中见证基督。我有一个梦，我想同观塘区更加多的家庭、更加多的小朋友们，他们的父母一起去认识神、敬拜神。我有一个梦，所有教会弟兄姊妹都身体健康快乐。我有一个梦，我想做舞台剧的统筹。我有一个梦，希望我全家都信耶稣。我有一个梦，新台有更多好多的人。我有一个梦，希望改变世界。我有一个梦，我想教会能够拯救更多人的灵魂。我有一个梦，希望堂堂成为火热祷告的教会。我有一个梦，我希望将我嚟紧翻工的地方的人咧，可以带到翻到教会入面。我哋有一个梦，希望更多人赞美上帝。温暖微笑。
向前的勇气，一起追逐梦想不放弃，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